好，现在我们要来开箱我们的紫外线消毒台灯，看一下，我们已经把它拿出来了，就是长这个样子。这是有臭氧的，一哦，百瓦。有臭氧的，100瓦哈，100瓦有臭氧的然后哈。有那个遥控器无线哦，有无线遥控的，OK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呢看要它把。外形。哦，这是它的外形，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消毒台灯，紫外线的哦，有臭氧的哦，哦，好，等一下。110瓦的等哈。一下，我们会去试一下对，我们现它在车子里面。要把它放在车子里面，大概消毒时间1小时，一对不小对？时。1小时，明天早上起来它就可以消毒完毕。好，走，我们现在出去了。OK，走走走走走走，我们一起消毒去。来，那现在是放在我的车里面吗？对，放在正中央。放在正中央哦，不会爆炸吧？哎，线台灯已经放进去了，我们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紫外线台灯放在哪里？这么黑，好，要不要把电灯打开？不需要，我先打开电灯，让大家确认在这里，好，摆在这里，OK，好。好，那现在关车放火，呵，没有。遥控器长这个样子，好，来，遥控器有分15分钟、30分钟、45分钟跟60分钟的，就是一小然后时。它哔哔有没有？好，哔哔，然后就会亮了吗？然后等下越来越紧凑的时候，表示说人要离开。等一下就会哔得越来越紧凑。他会跟你缓冲时间跑步，好，越来越快，赶快关起来。哎，钥匙有没有拔起来啊？拔掉，在我这边。然后等下会亮起来。等一下，我看这边亮起来，我在这边拍可以吗？哦，有，耶！我的车子正在消毒了，紫外线。